明庙，他们的马就是这个。日本统治台�湾的时候啊，有建了200座的神社，那人家神社的马雄赳赳气昂昂，我们台湾庙宇的马，尤其是新埔义民庙，那前面两头石马，石马石头的石马啊，来，有哪一个？来来，过来过来，就是你，过来，当然当然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东西这个放这，不要不要不必，你放我帮你拿，坐下去，拿着相机啊，拿着相机，哎对对，准备要用，啊，往下去，啊，哎呀，往下去 ，OK。你穿长裤不要怕了。OK OK。拍这。啊，怕肚肚哦。OK。拍下面这边。啊，我跟拿包啊，他以为我现在在吃他豆腐，其实你知道吗？那下面是什么？这一个马的制造公司。拍好了没有了？有拍好了，有。在这里的啊，在这个地方的啊。哎，你有没有拍到？啊，你看他就是，我就知道他的心情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小微小，够不够小？一点不了。哪一家株式会社？是吗？要躺着才看得到。日治的。日本人呢、啊？的公司。对对对对。他是在日本制造的吗？对的，摸一下也不会怎么样的，不会怀孕的。啊，啊，这里是他的家徽。哦，家徽。哎。从这里你知道，知道这一批铜马是来自哪里？来自台北护国神社。那台北护国神社在哪里？就是现在的圆山忠烈祠。啊，不睡吧？你看，你看，啊。